站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拍照。我了解为什么没有空调，因为很凉，因为很凉。真的很凉。在听我说，真的很凉哦。乱讲，以前这个身上天气不是以前的身上有21个警察，现在只剩下5个，后来我们调走这个六个。三分之一啊，少了三分之一。快拍啊！你们在录影就好了。我没有录、啊。我看这样录影。我在瞧距离。注意哈。好凉。太快了。